荷兰五级芝麻集选区民主党候选人陈柔斯认为，民主党在这个集选区所派出的竞选团队背景多元化，他相信这有助他们更深入了解荷兰五级芝麻选民的诉求。陈如斯和团队今天走访选区拉票时说，荷兰五级芝麻和其他以祖屋区为主的选区不同，这里很大部分由私宅组成。Since basic needs are already taken care of, they are more into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feeling having Singapore proceed to a real first world economy, first world society.陈汝思认为，民主党竞选团队拥有不同的背景和经验，有助他们理解不同居民的需求。他也说，民主党会协助居民反映所关注的民生问题，如电梯翻新工程。另外，民主党有意让荷兰五级芝麻以及党主席淡马亚所竞选的五级班让单选区重新结合成一个市政会，更好地服务区内的居民。